他乡，红尘皆可望。凭栏数尽孤帆，泪两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又来了。相信你们一定看到我们视频开头的那个奶奶。我记得上一次我们来的时候，大家很多人都说啊，很多朋友都说让我们勤快一点来，但是没办法，因为就是阳了那个阳啊，就是很久都没得出门，现在已经是两个月，差不多两个月了，我们才能再来一次啊。好，先提东西进去吧啊。我们得出来踏一下青了，因为刚才在奶奶家的时候，就是刚到她家，她就不在家，出来放牛了。下着蒙蒙的细雨，老人家还是要干活。她家呢是有四头牛啊，用来犁田啊，干嘛干嘛，因为他们不用机器啊，所以他们要养牛啊。也是第一次看到她的那个在南宁读书的那个孙女，这个孙女也是跟奶奶那种性格一样的，很好说话的啊，就很热情的，然后就带我们出来，看一下奶奶在哪里放牛，我们去找一下看啊。奶奶在哪？爸爸，我们过去吧，我们过去吧。还有还是，不富有的人能找到奶奶的这里。奶，奶，终于在这那边找看不到奶奶啊，然后在这里看到奶奶了，是吧？奶奶在这里放牛，还是让我们找到了啊，真的是很辛苦啊，对不对？下着雨还要来看赶四头牛，又冷了，今天真的是冷，说话都会冒一点气的那种。奶奶，哎，你们人都这么差的天气，我赶得到。哎呦燕姐不发了。哎呦，跟你还有没有套起来？样有。嗯，样多大了？你也来了。想让你们上来做什么？像啊，来了。我没叫你来过，我没叫你来看你，我们不来看你。咱们来嘛，我起来看一下这个。看一个人会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太阳挺烫，有点发烧啊。咋弄的？这快去晒下来。今天刚刚得空过来，你那么我两个月都没过来过了，差不多两个月了。快去晒下来去晒下来，慢点，他去打胶。哎呀，有眼地嘛。你快摸摸核桃核。慢点喽。干油啊！这块，靠着这块好脏。哥哥了啊、哦，哥哥了啊、哦，看没煮饭嘛，哥了。没得菜，没见过。我买了猪脚，买了卤煎五花，给你的。哥哥煮饭，哥来煮饭，煮饭真好。得了，看牛生，看牛生，我来看牛生。冷的天不？冷的天。那没得办法。冷没？有点冷。那都穿进去来吧。那天。挨到发烧，得了一跤，挨到发烧。那天发烧还得了？得到底下冲澡去，去了去偷手。你出来去叫啦？我两点钟去的。没什么，你去做一下牛嬷嬷啊。那你去做呗。他又害怕，他怕吵。不是自己的，他不敢做。太会干了。哎呀，我讲我去叫没得过来啦。哎呀，没人去。我那个朋友，他刚喊我经常来看你。然后又没得空，没有办法。
奶奶上一次买的衣服跟你的牛穿嫩了就穿烂，没有留的。奶奶就一直要赶我们回去叫她孙女，就是杀鸡做饭给我们吃。然后我们一直在这里等，等到现在，可能这奶奶就是怕我们冷，怕我们饿，她现在就急着去赶牛，赶牛回来了。她就是说。 早一点回去，早一点做饭给我们吃。他这个孙女也是很懂事的。那现在他奶奶说去赶牛，他就帮去赶牛回来。听奶奶说，就是他回来之后，就是奶奶就是减轻了很多负担，因为他可以帮他爷爷，就是擦身啊、冲凉啊等等等等，在家看他爷爷啊。 一般一个女孩子愿意去做这种事情的，现在很少了，真的很懂事。基本上没有，基本上没有。你哪里可能一个女孩子去帮爷爷去洗冲凉啊？嗯，对吧？而且是有时候洗那种很那个的哦。对，这孙女真的是可以，真的又勤快啊，家里面就帮奶奶减轻负担回来。好乖，这个会长得又漂亮，斯斯文文的，又高。 他那个妹妹也很听话，他妹妹。听他这样子说是也是很听话的，这两姐妹可以。就是奶奶还老是叫他不要去读书，说一定要给他读书啊。哎呀，他奶奶就是怕他读书要钱多，因为你两个小孩子读书，你考虑到没有一年要多少钱？这不是他负担得起的。大学开学都是10000多的。对，嗯，伙食费。就算你那些可以贷款，可以无息。 但是你生活费，你两个人的生活费，有那么大的女孩子了，你不可能穿的破破烂烂的，嗯，你不可能不吃。我每次来看就是能给一点就一点，尽一点微薄之力吧。希望就是他们好好的，就等这两个女孩子，就是毕业了，可能就，这个奶奶就好过了。还是我们奶奶的压力，还想着养老就算，我是卡斯哥尔的胡杨，我也会自欺欺人，在生命轮回中找到你。现在冬天超少，可以放牛时间长，要在外面冷3个小时，这也没办法。好，我们现在跟着赶牛回去。还是我们来了的，奶奶才舍得回去哦，要不然大家放到6点了，要放3、4个小时。 好，我们现在跟着赶牛回去先啊，可能今天晚上又会在奶奶家吃个饭再走，因为每一次到这里，他都是要留我们在这里吃饭，就是，他那种就是给我们的感觉就像自己人一样，就是，怎么讲呢？你不忍心拒绝，就是他叫你吃饭，讲实在话的，啊，赶牛回去先啊。 岁月点点风华，也要让你感觉到我的真爱。